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。内心清净，绝尘劳。尘劳就是烦恼，尘就是染污，劳就是忧恼。盖负真性。 扰乱身心，所以叫做尘老。智慧广大，必然内心清净，必然也就没有尘老。所以，《心经》曰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” 度一切苦厄，在般若智慧朗现的时候，自然了达正知，色受、受、想、行、识都是虚妄。现在科学家都懂得了，物质色是由于众生的错觉，妄就不是真有，妄。 就是空，五蕴都空了，还有什么苦厄？当然就没有尘劳了。绝是断灭，绝尘劳是彻底断绝一切烦恼，超过无边阿去门。由于智慧如海。 内心清净，根除尘劳，于是超过无边阿去门。阿去门就是到鬼去的门，到畜生去的门，到地狱去的门。为什么说无边呢？这就告诉你，三个道随处都可以进这个门。 是无边、无数、无量，在你的前后左右都是门，在你举足下足之处都是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堕入三恶道。只有智慧广大、心境绝尘，才可以超过无量。 无数无边，不可说不可说的恶趣门。所以我们要学菩萨，善护身口意三业，善护己念。关于恶趣，我在这里还得多说一点。二零一八年，我第一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时讲过。 不但三恶道是恶趣，三善道也是恶趣。不但三善道是恶趣，二乘圣者也是恶趣。不但二乘圣者是恶趣，全教菩萨还是恶趣。佛在《大乘经》说：“念佛法门，第一殊胜。” 古德称赞为“圆中之圆，专中之专，顿中之顿”，不但超越三途六道，超越二乘全教，再往上去还不止。果报等于七地以上的菩萨，七地以上，因为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皆是阿比八智，阿比八智是七地以上菩萨，是三不退位的菩萨。这个超越就太多了。七地菩萨看六地菩萨都是恶趣。如果再提升一点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妙觉菩萨。 看等觉菩萨都是恶趣，只有成佛才是善趣。这是我个人的体悟，说错了自负因果。以上这些话我讲了两次，你能接受吗？你能相信吗？如果你现在不接受、不相信，那也是正常现象。 难信之法嘛，诸佛菩萨都说这个法门难信，这也是实在的，不是夸张的。从我们凡夫地一下子就升到七地以上，升到等觉菩萨，谁能相信？没有人相信。不但一般人不相信，阿罗汉不相信。 辟之佛不相信，全教菩萨不相信，明心见性的菩萨很多也不相信。如果他们相信，早就成佛了。你能相信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你过去生中曾经行菩萨道，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 这一生善根现前，同时又得十方诸佛如来冥冥中加持，这样才能信，才能解，才能行。所以说，你不是凡夫，值得庆幸，值得珍惜。速到菩提究竟案。菩提。 是觉菩提究竟，即是究竟觉。暗是彼岸，究竟就是决定、完成至极的意思。究竟觉就是穷尽了染心的缘，始觉全部同于本觉的如来果觉之位。 达到涅盘彼岸。这段话的意思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超过无边恶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。这两句即颂。 是果报。无名贪嗔皆永无，惑尽过往三昧力。这两句是条件，必须做到。无名，大成一章曰：“痴暗之心，体无慧明，故曰无名。无慧无名。” 全体痴暗的心就是无明，加上贪嗔痴就是三毒。无名覆盖，所以本具的法身不显。破一分无名，见一分法身；破尽四十一品无名，就成佛了。这段话的意思是。 还有无名，还有贪嗔，智慧就不广大，心也不清净，就没有办法超越恶趣，得不到菩提，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。或尽过往三昧力，或是迷惑，过是过失。 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名惑，三惑全消，无名尽除。怎么消的？三昧力消的。这是指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。怎样得到念佛三昧？老实念佛，重在老实二字。 什么叫老实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大慧如海，又加三昧定力，定慧等持，功德最为殊胜。三昧之中，念佛三昧称为三昧中王，称为宝王三昧。 阿难问话时，已提出佛佛相念，故知法藏比丘的三昧应为宝王三昧。佛法的修学，以什么为主？以三昧为主。三昧是核心，得到三昧之后才会开悟。小乘的三昧。 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心，大乘的三昧是平等心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：一如过去无量佛，未比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，生老病死众苦恼。 常行布施机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。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始称佛。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这一段经文是法藏比丘求佛的。 学他之德，就是愿自己教化众生的智慧能力与佛无异。首四句是利他，表达法藏比丘愿意像过去无量诸佛一样，做一切有情众生的大导师，教化众生，比群生。 是指九法界众生。导师是佛门里对佛的尊称，导师、大师都是对佛的称呼。念佛法门真实不可思议，在五浊恶世能倒归净土。净土已经是难信之法。 在浊恶之时，更是难信。在这个时代，宣扬净土法门，指导大家同归极乐，这是导师中的大导师。能救一切诸世间，诸世间就是十法界。上面他能救菩萨，救声闻，救圆觉。 下面能救六道众生，生老病死众苦恼，这是六道凡夫都有的。刚才所说的诸世间，前而言之，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无色界，这都是世间，这叫三界欲。 是有欲望，有贪欲，这出不了欲界。真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把财色名食睡断掉了，心里没有了这个念头，他就脱离了欲界。脱离欲界去哪里？到色界。色界就是四禅天，四禅。 总共有十八层天，初禅三天，二禅、三禅都是三天，第四禅有九重天，总共十八层。再往上去，无色界最高的，没有色身。无色界是精神世界，它没有物质形象。 这个天大自在，随心所欲，寿命很长。它有四层，叫无色界天。这是世间。佛说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皆在生死海中。无色界是不是究竟？不是的，它有寿命。 寿命八万大劫，寿命到了，它不能再向上提升，它往下堕落，这叫生死轮回。所以，佛比喻像火宅，房子已经失火，只是还没有烧到你身上，但是你决定不能避免。 这就是都在生死海中，故愿救度。菩萨发愿要去救这些众生，要去度这些众生。尽言之，则地前诸位亦是世间无名未尽，亦应度脱。这更进一步说。 别叫地前，就是十法界。六道是指十法界下面的六个法界，要包括上面，就是十法界。十法界四圣法界就在地前，地是登地，十地菩萨，十地菩萨之前。 就是石柱、石行、石回向，这些菩萨们也叫世间，都是佛发愿要度的对象。他们无名未尽，所以也应该要度脱。只有成佛，才能普度众生。不成佛。 即使你是等觉菩萨，也不能度同程度的菩萨。你只能度十地以前的菩萨。这就是四弘誓愿里，为什么一定要佛道无上誓愿成？因为唯有成佛，才能普度，度众生的愿才能圆满。 下面四句经文，适度众生的方法：常行布施、积戒忍、精进、定慧、六波罗。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始成佛。使用什么度众生？用六度。这六种叫菩萨道。 这四句偈颂，尽显法藏比丘无尽大悲之本愿。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，他在行菩萨道，在因地发无尽大悲本愿，愿长行六度，普度众生。菩萨在世间干什么？ 就干这六件事情，这就叫菩萨。普贤行愿品说，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。菩萨为什么要度众生？菩萨帮助众生，众生对菩萨未必有恭敬心，甚至于毁谤菩萨。 障碍菩萨、破坏菩萨，这种情形很多。菩萨有没有退心？没有退心。为什么不退心？知道这些人造作罪业是由于愚痴，对菩萨不认识，好人去帮他，他还害好人。 但是菩萨依然不放弃，救人救到底。普贤行愿品里有一段比喻非常好，比如旷野沙际之中有大树王，这是比喻沙漠里头有一棵大树，若根得水。 枝叶花果，稀结繁茂。这棵大树根里头要是有水分，不缺水分，这棵树一定会长得非常好。生死旷野，菩提树王亦复如是，这就是比喻。生死旷野就是六道轮回，菩提树王就是我们每个人。 信愿持名，修学净土的这些同修们，这是菩提树王，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，菩提树王根是什么？根是众生。诸佛菩萨而为花果，这些众生能成佛，能成菩萨。 这就是开花结果了。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。这就是讲的大慈大悲，好比是水。我们要用大慈大悲的心来灌溉自己这棵菩提树。没有大慈大悲。 虽然我们本来是佛，可是成不了佛。为什么这棵树没有水养它，它会枯死？大悲是什么？大悲就是真诚的爱心。这个爱是性德里头究竟圆满的第一德。明心见性，这个爱心。 就显示出来了。你看，阿罗汉有爱心，菩萨有爱心，佛是究竟圆满的爱心，就是大慈大悲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修行人没有慈悲心。 就像树根没有水浇它，这个树生不出花果。学佛的人没有慈悲心，成不了佛菩萨。要爱众生，众生做种种的罪恶，都要原谅他，还是要用慈悲心对待他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。 为什么造作罪业、迷惑颠倒？佛菩萨要救这些人，要帮助他们回归自性，要帮助他们成佛、成菩萨，这就对了。如果有怨恨心，就错了。那你不是来救他，你是来害他的。众生害菩萨可以。 菩萨不怪罪，菩萨决定不会害众生。众生杀菩萨，菩萨不会杀他，不会报仇。所以，大悲心是根。法藏比丘以大悲、无条件的慈悲，广行六度，普度群生。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众生，特别要帮助那些迷惑的众生，他天天在惹麻烦。我们要学佛菩萨，用真诚心去感动他，帮助他回头是岸，这叫行菩萨道，这叫普度众生。 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这是法藏比丘自己坚定的愿心。主要的意义是劝勉我们觉悟供养是修福。假使我们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能力，供养。 恒河沙数的圣人，阿罗汉以上的就是圣人，不如你自己坚定勇猛来求正觉。普贤行愿品中说：“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”就是说，在一切供养中，用如说修行等等佛法作为供养。 是最殊胜的。为什么行愿品曰：“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修行出生诸佛故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。为什么法供养功德最大？因为诸佛所重视的。” 是法，更因为依照佛经典与善知识的教导，老师修行，就可成就正觉。这是诸佛出生的地方，所以实行法供养，就是圆满成就了对如来的供养。偶意大师说。 自未能渡，云何渡人？如被漂者，欲整岸行。这话非常深刻。你自己还未得渡，就像你自己正在河里头挣命。若是你还想救岸上的人，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这不是阿罗汉。 只求自己觉悟，这是为了要真正去救度旁人，要负责任，认真彻底去贯彻，那就只有先度自己，是为度他，所以先度己，不是只为自己，独善其身，以兼善天下。 一定是独善其身在前，我们要坚决求正觉，不求人天福报。正觉就是成佛，不要到来生后世。我们这一生中，决定要求往生极乐世界成佛。所有一切供养中，修法供养福报最大。 为什么法供养里头有智慧？下面经文里说的几种法供养，我们简略的向同学们介绍一下。这里面一共说了七种法供养，包括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。 爱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，一如说修行供养。佛在经上怎么说，我们听懂了，就照着去做，尊师教诲不走样。 这就是对释迦牟尼佛的供养，对一切诸佛如来的供养，对阿弥陀佛的供养。举几个例子，供同学们参考。佛教我们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 你如说修行了吗？佛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七义自见。你如说修行了吗？佛教我们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你如说修行了吗？ 佛教我们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你如说修行了吗？佛教我们，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你如说修行了吗？佛教我们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你如说修行了吗？佛怎么教？ 我们怎么做？这叫如说修行供养。二，利益众生供养，起心动念不为利益自己，一切言语造作都是为了众生。心系众生苦与难，时时激励我向前。师之教诲记在心。 率众无量回家园，这就是供养佛。我们怎样利益众生？没有轰轰烈烈，都在平平常常，不在口号多想。看你做的怎样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，他用他的实际行动。 让众生对净土念佛法门升起信心，升起愿心，像他一样修生极乐世界。他一生言行举止都是劝人念佛修净土，这就是对释迦牟尼佛、对十方诸佛如来、对阿弥陀佛的真实供养。 也是最真实的利益众生供养。三，摄受众生供养。怎样摄受众生？真正做出好样子，让众生看到了受感动，他心服口服，乐意跟你学。摄受众生要靠威德。 不能光靠威严，光靠威严，往往是压而不服，就是口服了，心里未必真服。威严不能感动人，不能感化人。怎样才能有威德？最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到做到，率先垂范。你说出来的。 一定是你已经做到了的，你没做到的，你不要说，说了人家也不服气，甚至会鄙视你。摄受众生，德行很重要。度化众生，先要感化众生。只有你的德行感化了众生，众生才能欣然接受你的教化。 你才有机会帮助众生成佛，这叫摄受众生供养、教化众生，靠威德。光有威严行不通，众生心口都不服，你说的话有啥用？要给众生做榜样。 说话说到点子上，点到为止，莫多说。摄受众生靠感化。四待众生苦供养，菩萨慈悲，不忍众生苦，愿待一切众生苦。我姐姐刘素清老菩萨得骨癌之后。 疼痛难忍，他对我说：“小云呐、啊，这个病实在太疼了。我发心愿，天下所有得这个病的人，把他们的疼都给予我一身，我一个人代他们承受。”什么叫菩萨？菩萨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不认识啊。 往生之后，还有人毁谤、谩骂，造无边罪业，真是太不应该。海贤老和尚一生修苦行，爱惜每一粒米，一个饭粒儿掉到地上都要捡起来吃掉。洗脸只用一瓢水，不敢浪费。 衣服破了，补了又补。他种的粮食能卖很多钱，但他不卖，拿去救济贫苦之人。这些种种事线都是教我们怎样修福，怎样积德，不可以有丝毫浪费。这都是待众生苦，你知道吗？ 菩萨慈悲无限度，愿代一切众生苦。众生迷惑不知恩，造作罪业自受苦。菩萨视线在世间，和光同尘很一般。可惜众生不认识，毁谤谩骂跳得欢。 不知这是造罪业，总有受报那一天。地狱之相一线前，哭爹喊娘后悔晚。五，勤修善根供养。什么是善根？佛在经上讲：不贪，不嗔，不吃。 是三善根，这是世间法。世间所有一切善，是从这个根生的，要好好的去养这个根。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，我们的根是什么？是孝敬。老法师常常讲。 孝是传统文化的根，敬是传统文化的本。孝以父母做代表，敬以老师做代表。中国几千年来孝亲尊师，这个民族太伟大了，了不起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投胎到中国做中国人。 那是多大的善根福德，你才有这个缘分。最近一百年，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，学习西方文化，这是严重的文化丢失。如果再继续丢失下去，中国传统文化就彻底消失了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 幸运的是，尝到了丢失传统文化的苦果之后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了。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抢救中国传统文化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。这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。自古以来。 只有中国文化是随顺性德的，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，真正的好东西。中国文化有利没有弊，在中国文化里找不到冲突，所以英国的大哲学家汤恩比、罗素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非常赞叹。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世界，中国人的善根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。为了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，我们要继续勤修善根供养。传统文化是瑰宝。 感恩先人留福报，子孙后世受庇佑，这种好事哪里找？善根深厚无可比。外国学者都赞叹，承担世界领航者，因为你是中国人。六，不舍菩萨业供养。 业是事业，菩萨的事业是教化众生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他三十岁在菩提树下开悟了，开悟之后就在鹿野院教学。最初的学生五个人，乔陈如尊者第一个正阿罗汉，以后。 几个也都证得阿罗汉，三宝具足。世尊是佛宝，他所说的一切法是法宝，无比丘是僧宝，三宝具足，佛法僧出现在世间。菩萨的事业是无条件的教化众生。 佛陀教学认真负责，不收学费，生活方式简单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许，接受在家居士四世供养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，除这个之外一概不收，身心清净，万缘放下。 修界定会，佛在自觉之后，完全在觉他，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服务的目标是帮助众生回归自性，服务的手段是教学。世尊三十岁开悟，开悟就教学。 七十九岁圆寂，教学四十九年。经典上说，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四十九年。这是不舍菩萨业，上净下空老法师，是不舍菩萨业的最令人信服的榜样。老人家讲经说法已经六十一年。 可亲可敬。菩萨事业是度生，离开众生干什么？度生不能靠空喊，关键要有真行动。你爱众生有多深，众生离你有多近，你是真爱是假爱？ 众生自然会知晓。七不离菩提心供养。老法师对不离菩提心供养说的最为简单易懂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二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。 慈悲，看破，放下，自在，随缘，念佛，真诚是菩提心体，自受用是清净平等正觉，他受用是慈悲。菩萨道就是菩萨业，就是菩萨行。老法师。 用二十个字来解释，最后归净土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作为总结。老法师用这二十个字叫不舍菩萨业，不离菩提心，妙集。上面简要介绍了七种法供养。 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品味出法供养罪的深刻含义？为什么说法供养罪？听听经典和祖师大德是怎么说的。法供养之功德，如地球所有微尘之总数。 至于财物供养之功德，尚不及一微尘，更何能比喻地球微尘之总和？此乃盛赞法供养功德不可思议。此较量弥显法藏菩萨坚勇求正觉，其功德远超供养。 恒杀诸圣，这是极赞，赞到极处了，含义很深。实际上，是教我们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，认识这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抓住这个名号，所有恒杀。 诸佛菩萨名号，都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之中。你受持这句名号，就等于你受持恒河沙数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圣号，哪一个都没有漏掉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是大圆满，是大总持，无量无边的法门。 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，所以受持这一句佛号，世尊一生所说的经论全在其中。诸菩萨法、十方世界普度众生，这些无量功德也在这句佛号当中。佛号功德真正。 不可思议！菩萨要行菩萨道，菩萨发心很重要。菩萨要发菩提心，菩萨才行菩萨道。七种供养要记清，供养之德无穷尽。你若学会法供养。 超过供养恒沙圣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